今年一届岩雕艺术季来啊，这七股岩山到达已经办十二年了。这届因是配合着台南建城四百年，头一摆伫寒天举办，有九座岩雕伫咧户外展出。特别是这岩雕的造型，甲这个府城人文地景结合真出名的放假，每一个艺术品拢刻甲真活力。横横看涂骹白茫茫，未输拄着气势，这毋是国外场景，其实是台南七股岩山。今年岩雕艺术季头届伫寒天举办，佮甲作品刷出来外口做展示。详细看岩雕顶悬有放甲东洋参考一地方美食元素做结合，请真侪人来翕相做纪念。第一次台南有这种岩雕三立欧的，又是何况又是我最喜欢的 Hello Kitty， 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七股在地的螃蟹啊、虾啊、鱼啊，无同款的一挂伊的迄个形态，包括伊骑脚踏车，啊，伊坐咱的岩梯，来去咱台湾四界，去看一挂风景，也是讲伊来到咱的。介好食的迄个玉井来食咱的芒果冰。主办单位指出，因应300栋的粗盐堆砌，拢总有九座岩雕，其中一座五米高、八公尺宽的作品，嘛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。艺术总监讲，岩雕的刻每一步拢真有路，过程细节拢真讲究。特别即届佮搬出来外面，加减受到气候影响。东北季风哦，足大个，你看，迄风即马都来啊，你看。伫个风接头的时阵啊，阮咧做吼，足爱做个，因为迄阮个迄雕刻刀吼，拢会一直摇一直摇，无法度，无法度上准啦。所以阮个咧做个时阵有即个困难度伫遮，做咧外口吼，较惊讲有风雨安尼啦。那看岩雕无够见，叫地景艺术通欣赏。艺术家靠海边个水流茶、河边啊顶废弃物，甲变作真水个艺品，提醒大家做伙疼惜即片海洋。今年艺术季定期到明年三月七十，民众会使来遮。看不同的地方风貌，记者李雄台南采访报道。